怎么也没想到江玉居然来了我的单位。你来干啥来了？工作。不，你好好工作，你不干你辞职，你上这儿干啥来了？这位同事，能麻烦你带我去一下我座位吗？不，走。你好，新来的是吗？那个，你叫我老崔就行，我就坐那边。然后有啥不会你就问我，然后，哎，你没事，拿着拿着，就当下午陪你。啊，行，好嘞，嗯，拜拜。如果愿意，我可。